采访报道。We are family。都知道《奔跑吧兄弟》魅力大，但没想到如今连拳王邹市明都被圈粉成功了。那么，赶紧让奥运冠军来说说，究竟跑男团里的哪位成员能让他甘拜下风呢？涛哥，然后跟他拼幽默，或者是跟他撕名牌的话，他肯定更有经验。但那个确实也不是拳手的强项。对，果然，无论是群众基础还是战斗技能，队长邓超还是实力最被认可的那个。不过刚被拳王夸了两句就立马嘚瑟上天，超哥，你这无法无天的自恋本性什么时候能改改呢？所以不要惹我，太放狠话了。对对对，我就怕我一激动就把谁 KO 了，你知道吗？娱乐梦场